别忘了一定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第一时间上架了，会告诉你哦。晚上的8点到10点，在非凡商业台、非凡股市现场，翔龙点机啊！今天 AI 飞腾，有545万股的零股哦，抢了好彩头，你抢了吗？545万的零股抢了好彩头，哇！今天的709，稍后马上回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报告。而今天的非凡股市现场可是好彩头呢，我们要独家披露波浪大师林荣炫先生对于金龙年今年的时间高点。待会空间高点宇宙密码就在非凡股市现场独家，也谢谢他送给股市现场新春的大礼包哦。另外呢，两升一瓶，这是5年来首见哦。虽然我们在假期当中，但 MSCI 过去都请我们吃双酱牛，但今年倒是呢两升一瓶，这是5年来的首见，调高了台股权重。那因此呢，台股今天哇，这个呢翔龙点机啊，一早呢来到了18725点，这是呢台湾股市史上的历史新高，就在今天一开盘地早，那表现的也还算不错啦，都有维持在高档的一个震荡，中场是大涨了548点，收在18644点，事事如意啊。那成交量呢4926亿，这是今天呢台股呢再刷新了台湾市场的历史新高，好吗？怎么可以让这个日本股市跑在前哈？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跳空的一个十字线，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做一个研究。今天的 AI 股真的是 AI 飞腾，有多么挡呢？亮灯涨停板哦，哇！今天的涨停的加速也是非常的一个惊人。那我们再换到下一页，整个 AI 的相关族群，另外呢，轴承的啦也好啦，其实。因为 AI 的里面呢涵盖的包括了上中下游，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做个说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零股交易成为了市场非常的一个热门，这是盘中的零股，再加上盘后有545万的零股买了台积电，还有呢元大台湾50反一啊，还有国泰永续高股息都有200多万的零股买进，所以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报告含积量比较高的 ETF 有哪一些。透过镜面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看看今天呢在整个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首先呢，大家还是在乐观当中有谨慎哦，以 ETF 以元大台湾50反一呢24.7万能够呢荣登第一名的成交张数，00937B 群益 ESG 头等债有21万，元大沪深300正二有16万，伟创、群创、元大美债20正二，国泰20年美债，还有呢元大美债20年，台积电以及呢富华台湾科技优喜。所以呢纯粹股票的一个成交张数来看呢，就以1、2、3档，这是 ETF 现场债券现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成交金额的榜单。第一名就是台积电，今天有挤出了788亿，伟创210亿，广达174亿，技嘉148亿，微影、智元、联发科、创意、世新 KY、 旗宏，这是成交金额的榜单。哇，全涨啊，一条龙啊，好彩头。透过镜面当中，我们跟大家来报告一下韩国股市，今天是以这个平低盘作收，日经又刷新高，陆股的表现也还不错。OK， 这个是上证和恒生。今天的集中市场涨幅高达 3.03%， 哇，这简直是跳上去的。那 OTC 呢，也是收在今天的相对最高。
另外呢，台币今天呢早上呢有许些的一个波动，那是以 31.435 来做收。我们赶紧来欢迎呢金融大师汉伟先生，你好。明君好，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大家龙年行大运。是，今天的重点内容跟大家做个预告啊。对，那当然今天会帮大家整理，就是说毕竟我们封关长达七个交易日，到底美股哪一些股票表现特别好，对台股相关供应链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而且一月份营收已经全部都公布出来了，这段时间里面一月份营收有没有一些创造股票搭配法人买盘，会不会是接下来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投信作战的标的，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相关的重点内容。好，那到底一月营收谁好，而且法人已经布局了，到底有哪一些好股，稍后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令我们赶紧来欢迎全能高手晋哲先，你好。是，明天好，祝大家龙探吉，龙啸九天。哇，怎么越来越年轻。今天的重点内容就从甲辰开始。那么先让我当一下晋哲居士好了，过年的时候各位注意一下。那么甲辰呢跟癸卯呢有两个意思，蛮符合盘势的。癸呢就是所谓隔癸啊，你要选，卯就是软生啊，所以去年呢 AI 概念股呢一档两档，反正就认一个 NVIDIA 就好。但是各位有没有发觉，那么等一下汉伟会提到，哇，安谋也来了，美超微更是直接往上冲，台湾啊甲就是破甲而出，今天的台积电就有点破甲而出本身的一个情况。所以等一下会不会跟各位讲说 AI 已经不是一档两档，越烧越烫而变成一群两群呢，会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的。 OK， 那受欢迎的军师联盟冠青先，你好。你好，大家好。是，今天带来的重点内容有，好了，先祝大家这个龙年行大运啊。其实去年此时我是听晋哲在讲，他说今年会更好，他说去年可能只是止幅，没想到止幅的情况之下就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今天的台积电跳空开这么高，也在印证了这个所谓的它的一个应该说今年有机会更好。我想说不定今年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行情啊，大概是这么讲。当然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我想还是在 AI 族群，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只要跟 AI 沾上边，我想呢几乎是军这个鸡犬升天。可是谁是真 AI， 谁是假 AI， 这才是我们应该分辨的部分。今天主要我们的一个重点在两个族群，一个是导轨族群，另外是散热族群。刚好今天导轨啊，台湾现在在讲的那两家公司，南郡国际涨停板，2059的川湖也涨停板。今天还有一家应该说外资券商高盛啊，也是第一次把这川湖纳进去，这个初次平等也是平的一个非常的高。所以当然这些真的有办法跟这个应该说跟这个 AI 伺服器的零组件相关性非常高的个股，到底要怎么样的投资，是我们今天参考的主要重点。 OK， 三位来宾，所有观众朋友，祝福大家今天龙年行大运，龙行大运。不过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哇，真的是台股的龙啊。我们看到台积电祥龙点击，今天呢台积电的成交金额有788亿，零股交易的一个部分连加计盘前加盘后有545万零股，在今天抢了好彩头呢。对啊，因为我觉得今天是整个外资大举买进台积电，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今天大部分的台积电买盘都来自于外资的筹码。那当然零股交易比较多，代表说很多人可能年前不敢买台积电的，看到 ADR 涨这么多，今天追进去了。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因为目前美股你看费半指数还在创新高，那相关的 AI 的一个半导体族群还是非常强劲，所以我觉得台积电709块虽然说好像有点涨得太多，但你跟 ADR 相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只是说之前688块的那个688T 的同胞们等了许久，那我觉得今天来到709的新兵入伍之后，应该后续应该还有一段的一个涨幅可以期待。只是说时间点可能大家要留意到，就是说毕竟台积电一月份营收非常亮眼，但二月份营收应该是因为工作天数少的关系会有一些拉回，所以可能时间点大家要抓大概下个礼拜四之后，台积电如果相对高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可以做一些短线上的调节的动作。那当然你会觉得说台积电涨这么多，你会不会不敢去重压台积电？我觉得其实台股你可以去找一些相关 ETF 可以做一些布局。以前去年2023年台积电权重比较高的 ETF 几乎是票房的毒药，因为都不动嘛，都不涨，所以那些 ETF 其实规模不断在缩减。但你会发现到2024年我觉得不太一样了，如果台积电接下来709块，以这个法人圈的报告有到750的，有到800块以上的，还有空间的话，可能接下来一些市值型的 ETF 我觉得就可以特别留意，因为你不敢单买台积电，但你用 ETF 方式去做一个追加的动作，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就来看看三档含积量比较高的这个 ETF。 对，包括了006208，我们来看看006208
2008富邦台湾50，今天要看清楚哈，在那个高岗上的位置 ，OK。好，另外呢，0050这也是含积量很高的。另外呢，0057啊，这是前三大含积量比较重的 ETF。对，所以说今天你发现到正二的涨又更多了，所以你可以从台积电，你也许不是很专单追个股，但可以去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下功课，有一些含台积电权重比较高的股票，我觉得是可以布局的。那为什么大家的理性跟这个抢海彩头今天反一的成交第一名？我觉得应该是有蛮多人想要去抄底的啦，就像过去那个所谓的原油正二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量越来越大，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这边应该已经出现跌无可跌，有机会反弹。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目前台股的多方趋势没有改变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抄底这种杠杆型的 ETF， 因为如果它整理时间很久，光那个净值的减损就会让大家整个一个净值所以资金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亏损。OK， 那靖泽先您知道吗？今天的涨停板的加速，你说有几档？那么51档嘛，是不是？哈，亮灯涨停，除了涨就是好彩头了，还亮灯涨停。是的，那么很多人今天在网络上第一个讨论题目叫18619，该买该卖，甚至有人写该退休哦。像我这个比较老，跟各位讲第一件事情，每次创新高股票不一样，这次是 AI 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相关。第二件事情呢，想跟大家聊一个生活上的，那么过年应该很多人去日本哦，通关时间2倍到3倍，我个人也感受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呢？会不会日本跟台湾啊，在整个战略上面有自助人助的效果？第一个部分来说的话，美国在军工上面帮助了这些国家；第二个部分，在 AI 上面最受益的就是日本跟台湾哦。所以现在日本创新高，台湾创新高。以前我会觉得台湾创新高好像有点掌握不住的样子，可是各位亲身去感受一下的时候，想想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四种人的观光客都在日本的话，日本怎么可能不创新高？同时呢 ，AI 都在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没有机会好好把握 ？OK， 那我们是来看看这个 AI 股的接力赛啊，真的是 AI 龙吧？哈，那是不是可以跟呢冠青先一起来研究这些？很多都是今天是跳空跳上去，就以台积电为例，这个技术面是跳上去的。那怎么样来看看台股 AI 的接力赛？但我认为，其实今天 AI 应该真的是非常的好啊。事实上，我们在假期期间，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安某啊，安某涨了78%。哦，我们应该没有算错了，因为我早上看非凡新闻的，如果算错是他们的事情。这个包括呢，这个美超微涨51%啊，我说真的涨幅非常非常大，也就表示怎么样，股本越小涨越多。那股本大一点的，像是这个辉达了，或像是这个台积电，涨了在11%到12%左右。所以大概多半也印证了说呢，这个应该说印证了说 AI 其实今年真的是非常好。大家不要忘记，是只有是 AI 好，不是说所有都非常好哦。如果你跟车电有关的，你看特斯拉。过年时间它就在那里，对不对？要上也不是，要下也不是。但是你不要以为说特斯拉不好，车电都不好哦。丰田、Toyota 它涨成什么样子 ？Toyota 是大涨，对不对？甚至连福特呢，其实在过年期间呢，股价市场也都是有所反弹。所以好像车子也不是全部都不好。所以呢，其实你如果说你抓到的重点是，不要跟特斯拉有关，你去跟丰田、福特有关。像今天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劲鹏就涨上来，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过当然回到 AI 来讲啊，市场也跟今天的主题有关。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谈到非常多次的散热。AI 很热啊，你不散热的话，我告诉你，机器就烧掉了，对不对？机器就是算力就降低了，所以包括这些散热的股票，甚至呢，我想我等一下跟大家分析到散热之外，还有包括什么滑轨。其实我们过去在川湖，我们讲的次数是比较稍微少一点啊，甚至包括我想比较多是讲细制材，像今天细制材什么力。这个应该说力旺啊、世新啊、金星科这些公司，事实上我们过去在这节目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其实我认为今年还是一个 AI 为主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投资重心。OK， 好，那我们稍后逐一来跟大家来点睛哦。这个点击之外，点睛外资今天买超了562亿耶，投信卖了11亿，而自营商买了22.2亿。我们来看单边的一个部分，外资在金龙年抢了好彩头，买进了2194亿，卖了1631亿，买超了562亿。另外呢，我们透过镜面当中跟大家来看看呢，外资在今天空单的水位倒是一口气减了2841口，目前呢台股净空单的水位是2653口。
差不多啦，其实也不多，好吗？好，那我们也透过镜面跟大家来看看呢，在封关那一天的当冲占比来到 33.8 哈，因为很多人出国去了哈，那当冲成交金额1398亿，水位是下降，这是封关那一天的表现。另外呢，今天有这个411档标的都站在所有均线，也站稳五日线，符合出量原则的有77档。那第一名是谁？请揭晓，就是台积电能够站到这个榜单上，我们也得给他佩服哦。量增了55952张，比这个封关那一天的成交张数，英业达、伟创、华泰、广达、永捷、昆盈也亮灯涨停，还有呢广运、神达、技嘉也亮灯涨停，哇塞，这个呢强股条件也都在 AI 里面进行缠绕。我们也来看看呢这个翔龙点击到底有哪些相关股你值得注意，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非凡股市现场。翔龙点击啊 ，AI 飞腾，但是在这个过年当中，我想投资人都恨不得赶快开红盘啊。对啊，因为你看到今天台积电往上跳空创新高，台股直接越过18619的高点，都代表说真的农历年间美股的表现是这一波台股能够创造主要功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台积电其实如果以 ADR 相比，我觉得其实还有空间啊。所以虽然说今天可能有一些709T 的新弟兄们进来了，但如果以外资的买盘跟接下来指数还有创造空间的话，应该都还有机会再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但我们帮大家整理，就是说毕竟放了七天的一个国际交易日，没有办法做交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情？第一个，在农历封关期间，如果你看美股的四大指数，其实道琼跟所谓的标普表现都还平平，纳达克指数没有创下历史的新高，但非常强势。那当中主要就在于说，因为所谓的 AI 族群跟半导体股票表现相当的好，费半是续创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在今天台股当中，你会发现到半导体就一枝独秀，领军台股往上冲高，大盘能够涨3%，主要就是台积电、联发科这些股票的贡献。那我们回到我们字卡来看的话，会发现到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主轴。整个 AI 跟晶片类股都是在农历年后龙年开始，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到的相关的标的，因为财报都是利多，那华尔街最近一直在调升相关 AI 股的平等，辉达、这个美超维啊，一些相关的 AI 股票，他们都不断往这个目标价只能够看得更高，所以对于整个全球的 AI 热潮，法人买盘我觉得都有延续的机会。那台积电在封关期间也传出一些相关的利多，第一个海力士同盟的利多，那在熊本厂续盖二厂的一个利多，另外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奥特曼说未来要新建晶圆厂，想要交由台积电来做一个操作跟经营，但我觉得这个题材是有一点比较远一点啦，因为它要募7兆美元，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难度，但是也代表说 OpenAI 执行长也认同所谓的台积电未来它的一个执行的能力跟它技术的能力，所以对台积电来讲，你看 ADR 这段时间就刚好从二月这一天开始封关期间几乎天天涨，后面是因为这个所谓 CPI 的一个关系出现拉回，但整个架构上来看的话，整个台积电也好，全球的 AI 股票我觉得都维持一个强势的表现。那另外回到字卡，我们看到除了这些利多以外，刚刚提到 MSCI 的两升一持平，个股部分删除了富邦美，所以富邦美今天股价表现比较弱势一点。那另外在礼拜二的晚上，这个 CPI 数据是比预期还更好，所以目前市场预期今年的降息只剩下4码，甚至说如果以利率期货来看的话可能只剩下3码，所以这个我觉得会造成说短线上外资今天虽然大买，但是对一些台股的资金啊，台币的汇率啊，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台币的汇率反而是出现了一些转贬的情况，震荡。对，那日元也是贬到波段的低点啦，所以我们以现阶段整个台股的部分，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因为整个资金我觉得没有像农历年前那么宽松，我们农历年前在这个相对低点，你看美元是波段低，然后美债率是相对低档，那最近这个一月份到二月份它已经来到波段的高点，美元指数快要来到105的大关，那美债利率的部分也冲到 4.3 的关卡，代表什么？代表资金面的部分没有那么样的宽松，所以最近美股的部分大概只涨了所谓的七巨头的股票，但是大部分股票并没有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所以也代表说现阶段可能到了这个
二月份的下旬整个资金的一个排挤状况，我觉得会越来越严重，代表台股可能会表现上是由 AI 股非常强势，但其他可能金融啊、传产啊、航运啊这些股票可能就是跌不疼娘不爱，股价会相对比较弱势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个股的分化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到，就是说以现阶段整个美股的状况，如果你接下来看到美债利率续往上冲高的话，可能一些所谓的高价股啊、高本益的股票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代表说这个代表联准会的升息预期不断在往下滑当中，那整个全球资金我觉得就会造成一定的一个排挤的压力。那我们再帮大家整理出来，就是说封关期间重要美股的一个涨跌幅，当中可以看到刚刚提到辉达涨 11.7%、台积 ADR 涨 11.6%， 然后美超为 51.92% 是最强，还有安摩涨了 78.03%。 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像高通表现也不错，所以连带到今天的联发科又不错，所以是安摩最强，安摩最强，因为它财报表现最亮眼，而且它是新挂牌的股票，所以没有太大的压力，筹码比较对。那你会发现到当中像美光表现就不好，所以今天台股当中的记忆体族群啊、南亚科啊、华邦电啊走势就比较偏弱，马士基也不好，对，那马士基也是一样跌了大概11个百分点，所以今天一开春回来所谓的货柜三雄股价也呈现拉回，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苹果也算是温吞啊，所以你会发现到美股就涨谁，辉达、台积电、美超微，还有这个高通、安摩、艾斯摩尔，其他股票我觉得表现都比较温吞一些。那也代表说，这一波 AI 的浪潮会集中在哪？在集中在矽制材跟所谓的 AI 的伺服器这个区块，因为美超微很强。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一个浪潮，我觉得有一个延续的力道，是因为在2月21号辉达要公布财报，那在财报公布之前，我觉得辉达股价都有机会持续创下新高，所以台湾相关的 AI 股票就留意到，到下个礼拜四的早上之前，可能都还有短波段的高点可以期待。那相关的股票当中，你看到美超微股价已经飙到这个历史的新天价了，它的市值已经来到400多亿的一个美元，虽然说股本很小，但是这个波段涨幅非常可观，就之前已经从低档涨上来，到现在大概涨了快要10倍，所以对于台湾的相关 AI 伺服器，你说它的营收比美超微更差吗？我觉得没有，所以当中你会发现到像今天的技嘉直接就是往上跳空涨停板，因为它的这个营收是最先开出来的。技嘉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它从去年大概第三季第四季到今年的一月份，营收都交出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单，主要原因在于说，因为技嘉本身它不像广达跟伟创代工了很多 NB， 代工很多传统的伺服器，技嘉本身的技钢其实都是以 AI 伺服器为主的，所以它的业绩反而最先展现出来，股价今天最强势来到波段的高点。那我们下面可以放下投信的一个买盘，可以看到投信最近在所谓的 AI 伺服器三雄广达、伟创、技嘉都是站在买方，所以也代表说技嘉可能接下来是有机会挑战波段的高点，连带到广达跟伟创，我觉得这边都可以留意到。那我们先看一下伟创好了，伟创因为今天是跳高之后留下一个所谓的黑 K 棒，我觉得跟它盘中量过大有关，因为今天的伟创我们刚刚看到成交量很大，所以以短线上来讲，伟创一月份营收开出来虽然说有成长，但力道还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觉得对伟创来讲的话，就留意到这边一个缺口，这边一个缺口，目前这叫中继缺口，没有回补之前的话都还有持续垫高的机会。再回到字卡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相关的散热族群，待会这个冠军会讲，所以我们就不提。那我们讲矽材部分，因为看到安摩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四金 KY 已经来到4400多块了，所以以这样的速度下去的话，说明它就有机会挑战大力光的6000块的股价，因为以它的股本来说，跟今年的获利跟 AI 浪潮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持续留意到，但毕竟这个股价已经涨这么多了，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就是买不下手了啦，所以可能要操作这种股票的话，可以考虑一些相关 ETF， 有买到四金 KY ETF 我觉得可以留意到。哦，所以含股王量多的也好，不是只是含机量的。对，含机量，因为我觉得像有一档叫做什么中信小资30，高价30，它当中含了很多高价股，就是大家可能看到这些高价股又很贵。我们有做这个专题，你可以赶快找。对，又买零股很麻烦的话，我觉得直接买 ETF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你看。这个已经创下挂牌的新高，但我们没有帮他业配啦，我觉得是相关成分股选择还不错，可以留意到一个相关标的。好，所以回到我们字卡再来看到，就是说矽制材当中刚提到了世晶 KY、力旺今天也创历史新高，所以台股目前有3档股票来到3000块，这应该也是我们在
史上首见、啊，史上三对，有三档三千金，对，以前就是这种贫富悬殊嘛，真的是三千金，因为他们都三千，对，三千的三千金，三档加起来九千金的意思，九千金，对。那另外智远我觉得可以留意到，因为安盟股价很强，那台股跟智远的相关因，跟安盟相关因最高应该是智远，所以看下智远的一个股价现形。其实智远我觉得以目前的股价，你看它之前冲上去之后整理回到月线的关卡，今天跳高把时间拉长会发现到。它会创下历史的新高，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安盟股价能够持续冲高的话，我觉得智远就会很有机会。以它股价来到历史新高的话，未来就是看大家的细资材的本益比要拉到多高。那因为智远在去年跟神盾同一天并购了所谓的 IP 器材公司，那神盾已经飙到270块的高点、嗯、对智远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后续爆发力其实应该还有啦，所以以整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智远应该是大家细资材里面也可以留意到它有机会在后面表现还不错的两标的。那再回到我们的 AI 伺服器相关的股票当中，也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族群可以留意到，川伟是待会这个冠军要讲的、嗯、但你会发现到今天类似所谓 PCB 的，不管是上游的铜箔基板或说这个 PCB 的金像电都涨停板，所以像台光电跟秦城我觉得都可以留意到，待会跟大家讲业绩都表现还不错，股价来到波段的高点，都代表说我觉得这些相关 AI 伺服器的股票在下个礼拜四的辉达财报公布之前应该都还有不错的一个高点，但是可能要留意到就是说毕竟二月份营收都会有一些衰退的疑虑，所以股价如果说到高档去的话，可能就可以留意到同族群当中位阶比较低的也许就有一些补涨的动能。所以整体上来看，我觉得目前台股的龙年回来AI 股还是当中的代表，那相关族群的操作我觉得可以留意到我们待会两位来宾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OK、欸、我就回想去年AI 股第一波旋风的时候都有打油诗哎、欸，对，现在那些打油诗真的都是名牌，都回来都是名牌、欸、什么买进广达然后全家发达还有什么湖景第一排之类的，对对对对OK 哇，所以股民您最棒了，您说不是吗？留在下个阶段回来也面对呢台股这个甲辰年，哇，辰就像早上起来啊，这个旭日东升，那我们跟大家从甲辰年要来告诉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非凡股市现场。哇，甲辰年这个翔龙点击 AI 飞腾，的确有、哦、那么 AI 现在是破甲而出了，我现在忍不住呢想要直接看到我们节目的最后面，看看我们龙炫炫哥啊，我的前辈，那么会告诉我们大家会涨到多少。我个人呢在前两天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在这边做相当程度的计算，翔龙九天呢、啊、准备先拼19100再说了、啊、我告诉你是真的必须看到最后一个阶段，哎呀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一个阶段连我都在期待。那么今天先跟各位报告说，我再转发给你。对，这么热的阶段情况之下呢，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充满了光和热，我等一下就会跟各位讲。那么不止台股光和热，也要把这个光和热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哪个光哪个热呢？我们先稍微提一下热好了，因为等一下冠青会提到，我也会提到一部分。我们热呢，今天不管是旗红，我们过年之前跟各位所介绍的，或是3324的双红，都快速的攻上涨停板。我们讲一档最没有基本面6129的力旺，力旺提出了5个方案，将来会加入所谓水冷式，可这个6125的广运，哎呀讲太快了，6125的广运，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他今天开得很低啊，然后自然突然间往上拉，他今天的营收还年成长率还是衰退20-30%以上的，这种东西竟然出现利空不跌的情况的话，那这个族群我认为可能是各位就必须要更关心的族群了。除了这个族群以外呢，就是我等一下要跟各位所提到的，也是汉伟跟各位提到的，我曾经跟各位提到说圣诞节不休假的叫做基辛格、啊、那么农历年不休假叫做奥图曼，奥图曼跑到日本、哎、跑到韩国、哎、今天怎么讲得那么激动，涨太多，跑到韩国去跟他要这个 CoWoS 产能，要多少呢？能要多少？那表示什么？表示 CoWoS 的产能是非常缺的，
所以过年之前我就跟各位讲 ，CoWoS 里面星云的本益比很低，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但是 CoWoS 的更进一步呢，我们说过就叫做什么？叫做细光子。所以请各位留意一件事情：以前你看 CoWoS， 那么是这个股价上涨非常大的动力。今年你可能要流行关键字“细光子”这三个字，为什么呢？三位长老在前面就跟各位提到，吴田玉。日月光执行长他说五到十年之间成主流，注意哦，以前的日月光不太讲话的。那刘德英先生，我们董事长呢，四十年前博士论文啊，那个时候他也是很年轻啊，这个就是他的主题耶。魏哲家先生原来是带这个实验室里面、啊、总裁啊，那么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贝尔实验室里面有关细光子在美国的领导者，你说这两个不厉害吗？所以我们光有这三位作为领导，作为人才啊，所以股票市场要看这个大哥他们这种所谓的领导者他们讲些什么。我们认为细光子将会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题，因为这是都是他们擅长的。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细光子因为在伺服器后面接收光收发器，将来变成用光来代替所谓的铜线本身的运输呢，会变成最大的主流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去留意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些，以后你可能都会常常听到我们在跟各位提到，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伺服器。那么伺服器要转换成所谓光讯号的时候，必须要在这个尾端、啊、加上所谓光收发器，还有甚至有一些连接器的情况呢，再转进这个就是 CoWoS 了。CoWoS 以前这些所谓的连接线、啊、都是用铜线的，现在这个不够看，既然前面转换成所谓光学的话，后面这里呢也必须要用光学的方式来做取代，然后再用一个光电模组传送成光讯号，甚至呢将来的光纤。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谈说到底哪些光纤啊，对于所谓的 CoWoS 里面的细光子，应该说是 CPU， 我说过这叫光通讯的 CoWoS， 所以这两个东西现在已经是结合在一起了。以前你会觉得啊，今天 CoWoS 也超强的，所以我会觉得哇有一点兴奋感。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现在的细光子可能是点燃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而且呢，细光子里面我们从年前讲到年后，这些呢我们都一一的跟各位介绍。接下来各位来看一下这些名词，请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我们再看接下来说，所以那么 CPU 的相关零组件，你一定要记得，有的叫交换器。那现在最红的，请各位一定要记得，交换器是在网络上面来做一个使用。最红的呢，应该是在光接收器这个地方，光接收器跟所谓的整个一个所谓光波导有点像连接器这两个地方。所以这两个产业来讲的话，那尤其是这两个零组件，只要能够甚至那么有他们技术的，几乎啊都被点名点上来。所以各位要从这几个角度上面来做一个寻找 CPU 相关的零组件，请你务必无论如何一定要掌握。况且啊，台积电、日月光，那么都需要这些所谓中小型的公司来帮忙了。所以我们一档一档的来跟各位来做介绍好了。今天呢可以这么形容一件事，先从有基本面的过年前介绍到过年后。其实过年之前我有跟各位讲，三档股票是有 EPS， 一个是4908的前顶，一个是所谓4979华星光，顶多再加上6451的一个6451这个突然忘了他的名字，6451帮我讲一下，6451啊，讯息啊，今天怎么搞得激动那么？但是跟各位记得报告一下，如果你从6442的光盛啊来讲它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一个，它本来是做光缆本身的连接的，但是进而转做所谓光收发模组。注意哦，现在只要是所谓跟光缆光纤有关的话，都很快的去转做所谓光收发模组。而且呢，北美方面的云端客户啊，已经开始进行做交货了。甚至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件事，今年为什么说甲辰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细光子都跟你讲说我大概只有10%、7%，就连伟创也只有30%，这是未来很大幅度可以扩展的。那么光缆交线箱的数据中心呢，它这里面是本来就是重要元件，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本业。最重要是那么估计的 EPS 是2.85元，前三季是2.14元啊。那么前三季2.14元的话，你会马上想到一个2.17元的，2.17元叫什么？叫做华星光。华星光现在140块，我们来看一下光盛现在多少钱。所以年初的时候跟各位介绍光盛只有70块钱左右，现在已经涨到100了。结果今天呢各位看一下，
顺着五日均线照常攻上涨停板去，而且包含4908的前顶啊，因为它有 EPS， 但是它本益比我有算过，大概至少38倍了，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它整理完成之后呢，仍然重新往上来做一个带动性质，而且今天也是涨停板的作用。这两档股票是有 EPS， 而且大家认为有基本面，那么比较起来，当然各位看到光胜是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只要光胜啊还没有停下来，这个光还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有机会往后照过来。什么叫往后照过来呢？其实今天我等一下会稍微用带动的方式跟各位讲一下，但是几档精选的我还是会帮各位选啊。那么接下来往下来看的时候，你会看3363的这个上权，上权前三季只有0.22元，这个 EPS 算起来实在是不太好看。但是各位去想想看，这次第一个讲到 CPU 的是上权，他打进了台积电，跟他合作了100多个人的研发团队。那刚才我们提过了，上权本身就有这一方面的技术，他本来就是 CPU 的封装业务了，上面又有两位刘德英先生、魏哲嘉先生完全做指导的一个情况，贝尔实验室的一个领导人跟这个博士论文了，而且将来400G以上啊变成是主流股。注意哦，所以为什么说甲辰呢？今天怎么一直在讲这个？甲辰的意思说，现在准备要从400G换800G，那基本上来讲，现在才是前面的 AI 的10%啊。那么甚至这个细光子是前面的7%，后面大家都开始往这边做的时候，包含这些 CoWoS 里面，通通都改放细光子。基本上来讲的话，各位看到，那么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去年11月开始呢，营收是2位数的年成长，所以我认为这档股票来讲的话，至少我们来观察一下，今天开500多点，对不对？平台整理完成，还打出一个 W 底。甚至突破一个上影线，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我认为这几天当中都还有力量持续来往上带动。当它能够点火的时候，后面因为刚才由 EPS 讲完这些呢，看起来是有一点本梦比啊，但是我们认为说，各位看这个所谓安谋，我讲到这个 AI 就是吓，最后吓到人，打完底部一点火喷出去耶。所以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原则上来说的话，属于细光子相关性质，像3450的联军，联军今天最大的优点是它1月份营收公布了。只有小衰退一点点，哎，就小衰退一点还相当好，哎。那么各位看到没？光纤后段大涨，那么后半年他已经开记者会说了，后半年他才要做细光子相关的客户，有没有技术？有啊。但是各位看到没有？今天营收公布出来，为什么我刚才举广运当例子？营收公布出来没有进步啊？但是各位看一下今天的走势，一样往上来拉，表示怎样？有族群利空不跌啊，利空不跌，反而是各位心里头比较安心哦。因为今天下午我们才知道说，哦，上权的营收是多少，或是这个创汇营收是多少，竟然到目前为止公布出来的营收，你看这是恢复少量成长而已。那这个月又往下稍微走平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利空不跌，这个细光子呢，代表它具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抗跌力道。所以各位可以往下继续看下去，这四档我就一直跟各位提到了。那么基本上这就是所谓细光子族群里面，我认为啊相当具有力道的，那已经先行公布了，像这种3450的联军呢，可以来做一个布局。末了，我还是用刚才那句话来做结尾，这档股票跟刚才的广运一样，我没有看好，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弱势指标3234的光环，来各位来看一下。那么3234的光环在过年以前只是告诉大家说我要开始做细光子的，其实从头到尾它还是在光纤上面，当初它跟这个所谓的华细光几乎是差不多的，2-3年前了，但是现在呢天壤之别，现在说我要做细光子，我要做细光子，股价今天大幅震荡，但是有没有收到跌停板去？表示怎样？弱势股一波，它没有在怕的，表示说后面这个产业的力道呢，还是超过我们本身的一个所谓的想法，哦，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会跟各位提到奥图曼在讲什么呢？奥图曼在讲说，我细光子缺，我 CoWoS 缺，所以缺什么？我们台湾补什么，那个股票你就要买什么，就能够发光，还有等一下要讲的发热，因为现在目前热也缺，所以基本上等一下我们要提到发光发热这个情况。那么 CoWoS 今天各位看一下3583的星云好了，还有3131的宏硕也都是涨停板，这个都很缺吧，到现在为止找地找厂房找人，所以各位可能是以 CoWoS 为中心呢，找到细光子来作为点火，这最近来讲的话应该是股价里面非常重要的密码呀。所以刚特别提到了这个 CoWoS 这一块嘛，对不对？今天哇有多档的都亮灯涨停，我想这个 CoWoS 这一堂课我们这个军事联盟不知道上了几次哈。好，但是你觉得在细光子这一块或许营收不理想，
对，没有办法交出成绩单，但是呢有机会呢演出所谓的接力赛，没有错，没有错。 OK， 那就这段的内容主要跟大家做这样的讨论。然后这个全能高手下个阶段回来，在整个 AI 的接力赛当中哪一堂课马上补起来，我们把时间让军师联盟来告诉我们。好，那 AI 的接力赛哦，那刚刚也提到了 CoWoS， 今天你看也都好几档亮灯涨停。没有错，我想这 CoWoS 其实我们在这节目讲过非常多遍，那今天有不少的 CoWoS 亮灯涨停板，大家要留意到他们可能只是股价低，对不对？能拿到多少订单或拿到多边缘订单，我个人不予置评啊。当然我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讲的话，我说真的，这个标准 CoWoS 嘛，标准 CoWoS 嘛，对不对？标准 CoWoS， 标准 CoWoS， 其他的呢有啦，边边有啦，对不对？但是我说真的就是便宜，对不对？那说真的，你要说便宜，我们在网上回到上一页，这便宜吗？这么多家，这便宜吗？这便宜吗？对，当然这些是母子公司关系啦，君华、智胜跟君豪这母子公司关系。那我说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便宜。不过大家卖一个梦嘛，对不对？梦有梦最美。然后看下一页，看下一页 ，CoWoS 刚好看到这里，我们的好朋友哎，下一页对不对？万润这绝对是 CoWoS 嘛，对不对？其他部分我说真的看看就好了。然后真的，你以为那么多人吃到订单，你想太多了。而且真正如果说以 CoWoS 来讲的话，说真的，自制设备很重要。这自制设备啊。万润，好，回到上一页，自制设备这边还有一档，回上一页，这个自制设备哦，就其他我就不予置评啦，因为好说真的，因为其他那我们就来看你准备的啦。或许我懂得没那么多，对，我们就回到我们要跟大家谈的另外一部分。我想呢，其实 AI 伺服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又重又大，以前伺服器可能 1U、2U 哦，这个 U 所谓的我们讲的 U 叫做 Rack Unit。叫做机架单位 ，1U、2U， 你就想象一个单位那么小，对不对？现在要动了多少 ？5U 甚至到 12U 都有。我们过去我们在这节目跟他讲过，为什么技嘉伺服器单接很多？因为技嘉能够把这个什么人家 8U 能做的事，他可以塞进 5U 里面啊，或者是人家 10U 能做的事情，他塞到 6U 里面去。所以技刚接的单很多哦。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技嘉技刚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告诉你，因为现在以前的伺服器都比4U 还低，1U、2U 都可以做伺服器啦、啊。重量呢，甚至只有50公斤。那高阶伺服器的重量70到100、哦、你又想要知道了，如果4U 是50公斤的话，70到100是不是告诉你就是大概8到10U 左右？嗯哼，要变得非常的大台，非常非常大台哦。那这些高U数啦，密度跟重量大幅增长情况之下，这些所谓的零组件的数量跟规格会大幅度提升。而什么叫做里面的零组件数量呢？事实上，就我们今天提到重点，散热跟所谓的一个导轨，其实导轨以前人家叫滑轨都一样啊。事实上，你想这个问题，我想呢，这个导轨这个东西啊，我们先给大家看那个秀那川湖那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什么叫导轨？就这个东西，这个。明天九号觉得很熟悉、这个东西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其实用在哪里最多？厨具、衣橱啊，对对，那个你那这个厨子啦、那个拉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厨具里面弄出了导轨，但是我说真的，弄在厨具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啦，那便宜的东西，对不对？你厨具好吗？我弄品牌用名牌一点，你能多贵？没有多贵，而且你能要耐受力多少？我说真的，你一个厨子里面要放多少东西？有限，但是现在要放东西是什么？这个呢，这叫伺服器耶，在做挡的呢，挡个五嗨哦。所以你要怎么样，要能够做到这部分的话，恐怕就很难。其实我跟大家讲，其实过去伺服器只占了这个整个厨具，应该说只占所有的导轨里面的一小部分。所以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市场是在厨具部分。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看川谷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川谷一直是高价股，他一直跟你讲说、我要往这个厨具部分去发展，结果搞了半天，他厨具其实没做好，他没做好，他反而做好的是什么？我们的专业叫做伺服器嘛。结果你看，因为伺服器的关系，他股价变这么高，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你看它的代码是2059的，20的哦，没有错，2059，20其实什么是钢铁股、欸？哎，对吧？你这次看得出来是钢铁吧？这个是用钢做的嘛，对不对？它目前专利核准数3204，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到了这个，而且还有告这个胜诉的部分。回到刚刚我们那张字卡，我想呢，事实上呢，这一个导轨部分呢、我们刚刚讲的1U到4U伺服器，只要一组，一组就是旁边两边各一条，这叫一组啊。可是如果你看到要到4U到8U以上的话，高U数至少要两组，因为一组要怎么样，专门给 GPU 用
GPU 可能会故障啊，拖出来处理一下，对不对？换新的进去或处理完再放回去，所以这需要用 GPU， 对不对？还有怎么样去排除故障的效率？所以它用到两组的一个导轨，而且要提升它的承重跟抗撞能力。你看看到东西都变得越来越重啊，所以这情况下，如果你的抗撞能力你撞一下就坏的话，哇，我东西执行到一半，我全部要重新开机重来，甚至我就坏掉了，那很麻烦，对不对？这些东西其实怎么样？专利数就很多，对不对？再看这个下一页，再看下一页。事实上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导轨部分，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没有错。我们刚刚讲了，它的专利数是3204个，所以你运气不好，侵犯到专利的话，你就糗大了。有人真的就侵犯他的专利，这家公司叫做昆山联德啊。不过这告了一阵子，从2021年告到2023年，去年的年底。胜诉了，对不对？胜诉了。不过呢，这个川普觉得说还要再告啊，因为可能胜诉的部分呢，可能他觉得不够多哦。这个我们就不予置评了。反正很多专利都在川普身上，而且其实川普为什么能够在伺服器里面赚到那么多，原因在于他的所有厂区都在台湾，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大家知道做伺服器最怕说东西做到大陆去，你怕人家装后门嘛？你说导轨怎么可能装后门？我刚跟大家讲。中国很厉害的啊，这不一定啊，所以我不太晓得哦。我们看下一页，你看下一页。事实上呢，这个再回到散热部分，其实我们散热讲很多次 ，CoWoS 也讲散热，对，包括 AI 伺服器也讲散热。事实上，刚刚看到其实今天的奇宏跟双宏，那不只是静泽有讲过啊，其实奇宏双宏我们讲很久了哦。那当然，大家都有讲啊，不要说只有我讲，其实所有的分析师都在讲奇宏双宏，甚至包括立志啦，甚至刚刚静泽讲的广运，他说没有基本面，说真的很难讲啦，这个。我们很难评论这家公司，但是其实我觉得静泽讲的好像没有错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散热技术来讲的话，我们回去看上一篇、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分为这样子啊，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三 DVC 开放式异冷、单向浸没式、两向浸没式，能够解热的效率来讲，当然一定是最好这种，是两项一定最好，它可以大于1500W。那如果以现在三 DVC， 我们讲到其实奇宏赢在哪里？3DVC 的公版啊，事实上过去呢可能是什么跟这个 Cooler Master 这个出这个 3DVC 的公版，就出这个给辉达，而现在不是，今年开始新加入的就叫做奇宏。所以 3DVC 它可以解500到1000，可是很有可能到未来哦，很有可能到未来如果到 B200 B300 B400 的话，它或许不够，甚至如果你不是辉达的话，AMD 其实它这个 MI300X 啊，在下一代下去的话，这肯定是超过1000，超过1000无法解热了，要往下面什么？往开放式异冷嘛。开放式异冷可以做到850到1500，对不对？那单向浸没式到1500，然后怎么双两向浸没式到1500，但是到1500以上，那可是你说浸没式这么好，那大家全部用浸没式就好，我干嘛在那边跟你用 3DVC， 跟你用开放式异冷？其实我们想一个问题，过去可能啊没关系，我全部去设计单向式跟两向式，可是呢？现在晶片很贵，一颗 H100 我没有记错的话，2万多到3万美金吧。你要进在里面，你说我要进3年、进2年没关系，可是你现在那么贵，我是不是应该进10年啊？我进10年，你能保证我第4年、第5年，甚至到第8、第9年，它晶片都没有出问题吗？我告诉你，无法保证，绝对无法保证。而且现在哦，不要说单向，你说没关系，那我不要单向，我不要双向，我用开放式异冷好不好？会不会漏水？我告诉你，现在的最重要的状况。就是漏水，我想我讲的是没有错啊，因为之前我的朋友跑去访某一家，我们不要把名讲出来哦。沈董事长那个时候人家就讲、欸，你们那个艺人还在漏水，哎、欸，漏水，我请问你漏下去的话，不得了，晶片就报销了，开不了玩笑，就报销了。当然呢，这个是很大问题，所以你去看到这些，你看嘛，如果以设计的所谓 PUE 值电力使用效率来讲的话，没有错啊，两项 1.02 对不对？单项 1.03 哇，开放式更好，对不对？ 3DVC 才 1.5 到 1.7， 可是 3DVC 是最安全的方式、欸、这些高阶的晶片它是最安全的方式啊，对，运算密度没有错，你做到两项浸没式的话，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微软甚至有把整个伺服器浸到海里面去的、啊嗯、对不对？它可以做到多少？1000 kW， 它可以密度可以到这么高，可是 3DVC 可以到 10 kW， 可是 10 kW 如果对一个所谓的一个应该说公版的 H100 公版的 H100 或是未来的这个所谓 H200 来讲够用了，真的是够用了，对不对？那建制成本没有错、啊、3DVC 很便宜啊，对不对？开放式中，然后这高，这都是高价的。营运成本呢，这是高，然后这是中，这是低、哦、不过说真的，你把它如果说营运10年下来的话，据了解是浸没式呢会慢慢就会比这个 3DVC 还要再便宜一点，大概是如此。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你浸在里面，你能保证
你能保证未来第五年、第六年之后，你的晶片不会被腐蚀掉吗？因为这东西其实我相信很多分析师也跟大家讲过，这其实单向浸没式所用的是什么？植物油、矿物油这一类的，这个没有错啦，油是美贵的，但是你知道这些油会不会进个五年之后，它就把这个晶片腐蚀掉？目前还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说这有没有实用？有啊，其实纪刚有单向浸没式，也有两向浸没式。它单，我记得没错，我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过。纪刚的单向浸没式已经出给日本的通讯商叫 KD， 然后是 KDDC 还是哪一家公司啊？这个已经有出给他了，他是出给电信，因为电信的一个伺服器部分，如果每一个小基地台需要伺服器的话，他有这个出单向浸没式。那纪刚的两向浸没式是出给谁？他出给台积电，应该是台积电吧？他说是晶圆大厂。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页，我想这些散热的种类，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散热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张我们也出现很多次了，这是纪家自己本身的一个网站里面写出来的，不管是纪冷。异冷，所谓的气冷开放式回路的这个异冷，对不对？还有什么浸没式的异冷，反正大概就长得就像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你看晶片浸在水里面，哦，这不是，当然不是水，这是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那个就不过电那些所谓的电的一个溶液里面，哦，你看到浸在里面会不会出问题，我们不知道啊。那回路异冷我就跟大家讲了，那老水咧，老水就居居了嘛，这有没有可能老水？这是有可能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想都有可能。再看这个下一页，我想包括整个的一个 AI 伺服器里面，当然呢，如果说它采用水冷板，这就有就好玩了。你说，哎，刚刚你不是跟他讲，哎，什么1U2U 变成这个5U8U 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采用水冷板的话，高度可降为4到5U， 事实上你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少用一组滑轨？有可能啊，对不对？会提高机柜的密度。那辉达去测试哦，在相同的算力之下，使用异冷啊，所需要的机柜啊，可以减少66%。所以跟大家讲，就是刚讲的，说同样的一个运算密度的话，其实一用下去的话，异冷移动之后，我的体积少很多，当然很多零件可能就少了。所以当然你说这两个是不是互斥的？哎，使用水冷板后导尾变少，没有错。但是重点在于何时才会开始全部使用水冷板？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辉达，不管是 H100、H200， 或者接下来今年下半的 B100， 明年的 B200 呢，其实现在为止在公版部分都没有使用水冷板。但是你说这个在其他版里面就有可能啊，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的嘛，这个其中就是有一这家公司叫做。美超伟，你看过年期间偷偷涨了50%的美超伟，这个 CEO 叫梁建厚，他说他在看了2004年啊，看了电影《明天过后》决定要把伺服器产品转向资料中心系统跟节能的电源供应器。其实我有朋友也是看完《明天过后》之后，我朋友决定退休了，不一样啊，大家每个想法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他看完之后说，哦，我要做节能，我要做系统供应器。所以我们应该还有下一页嘛，对不对？其实美超维的厉害之处在哪里？他说异冷跟自然冷却在不久之后变得更流行，主要是节省了整体所拥有的成本，而且跟什么所谓的环境意识高涨，这个全部都是梁建厚所讲出来的东西哦。而且根据美超维官网显示，从空调转换到异冷技术之后啊，资料中心的营运支出降低逾40%，这不是慢慢有符合到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用 3DVC 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高的，对不对？你用到开放式异冷，甚至用到所谓的浸没式，不管是单向或两向的结果，是不是营运成本变低？我想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东西，老实说，如果你早一点知道的话，你赚翻了。其实美超维，老实说啊，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应该是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我刚好看到在翻杂志看到《先探周刊》写到美超维，当时不是以这个 AI 来讲，在讲伺服器，因为美超维事实上2022年涨了，我没有记错，涨了翻倍，没想到后面涨更多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它的。应该说它的先进布局，你回头看到哇，原来人家看了明天过后，原来人家早就告诉你，它就是在异冷部分特别好。我们刚刚讲的辉达公版，它用的是 3DVC， 但是如果你去请美超维做的话，事实上呢，一些新的一些应该说你去找到规划的话，它规划出来的这个版本里面，其实你要做气冷，你要做异冷，你要做浸没式，它都做得到。尤其它最厉害就在所谓的异冷，所以你去发现到说，它有办法领先的一个其他的公司在部分就在异冷，甚至我们其实看到你说微影，你说这个技嘉赢在哪里，也都赢在异冷啊。所以你今天会有两个主轴，在下一个阶段，你主 key 当中要从导轨来找出标的，要从散热来找出标的，没有错，有两个主轴。没有错，其实很多标的都是我们
司空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只是说我会认为说他们可能未来的一个题材部分，我讲是还没涨完的。OK， 这个接力赛好不好？哎，动画也很多，有一些呢资料中心的基地都盖在深海里，动画影片也是这样画的。OK， 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有两大主轴的 AI 接力赛，待会呢冠青先会在他主 key 的时候来告诉你他选谁。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我们看到投信的买盘其实今天没有很认真耶。对啊，因为投信我觉得他在农历年前期也买了一头拉股啦、嗯、所以今天创新高顺势做一些获了结，我觉得都还算合理的。那重点会在于说，那你看投信如果现阶段还在买的股票，毕竟到三月份今年龙年的第一份成绩单也是要拼一个绩效、嗯、所以我觉得可以留意到，就是近期投信从二月份下旬到三月份上旬持续在锁定的标的，我觉得都会有机会。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在龙年以前大家都讲说做梦行情嘛，所以你那时候看到什么神盾啊、安格这些所谓神盾集团股票涨很多，但今天神盾还是很强，但是我觉得来到龙年之后，大家会慢慢回归到一些所谓基本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做梦行情大概已经正式应该快要到尾声了，不敢说完全结束了，但大家接下来会关注什么？会关注营收跟它的获利的能力，因为马上接下来要公布去年2023年的年报，年报完之后公布鼓励的政策，所以我觉得慢慢现阶段大家选股要回归到筹码要法人再买，基本面的部分要营收要成长，那另外可能配息的政策不错的话，它都有机会成为龙年大家必选的标的。那另外就是说在农历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一月份整个台股成交量其实萎缩得非常厉害，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长假的效应啊，台股又在万八封关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但今天也可以看到量已经来到快5000亿了，那整个价的部分的话也创下波段的高点，所以年后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这几天大家就可以留意到大盘的成交量有机会都维持在3000-4000亿以上，那会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轮动，不像农历年前你看这个量很少，所以一套资金一下去买一下这种 IC 设计啊，一下买一下中间的族群啊，盘面上比较难出现雨露均沾的一个发展，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在这个二月份的下旬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去关注一下可能台股一些多项的题材，一些法人的买盘，一些业绩成长的股票都有机会扮演盘面上的主流。再回到我们字卡可以看到，以现在的这个字卡的下一张，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投信就可以留意到，因为第一季的密集作量期，其实去年投信的绩效非常的好，我记得我们好像这个只要前场上做过相关的一个特辑，很多是去年赚翻倍的股票，所谓的投信的一个报酬。那来到今年当然要拼绩效，所以相关在第一季能够持续押宝的个股，我觉得是有机会今年可能从第二季的第一季的这个二月份下旬一路涨到三月份上旬。那留意到就基本面好的一个公司，我觉得有机会先行发动，如果是能够伴随着 元月份营收呈现双成长，那可能代表它的产业在2024年有机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性，所以帮大家准备出来，就是说在这个2月5号封关当天，投信当天有重压的股票搭配营收的成长，我觉得就会有一些不错的表现，那很多刚好都是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年前押宝股今天表现涨停板、嗯、对。那但第一个是台药啦，台药你看到一份营收月增4.36%，年增38.18%，但就收回到整个 AI 伺服器的成长。投信在2月5号单日买超1866张，所以看它股价现形，但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拉高到涨停板。那从这个我们把时间大概是要拉长来看，它其实前波的 AI 高点已经越过了，是代表说整个所谓的铜箔基板这族群，从台光电、从台药等等，我觉得都代表说今年整个 AI 伺服器的拉货的动能，搭配他们整个一个毛利率的成长，搭配投信的买盘，我觉得都有机会。哎，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刚提到了2月21号之前，他们都有机会维持强势的表现。那再看到下一档股票，在这个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金像电今天涨停板，因为营收真的很好啦，月增年增大幅成长，投信大买1389张，今天股价一样也是来到涨停板的新高。所以以它的现形，你看整理的这段时间，那今天开始做一个正式突破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表态，均线也呈现多方的排列，投信 这段时间站在买方，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看到美股当中的，看到美超微也好，看到所谓辉达，看到超微股价能够维持强势的话，我觉得金像电应该都有机会沿着均线持续往上冲高。那另外我觉得一档股票也可以留意到，像高丽，
最近在这个2月5号投信买了1246张，今天又买了400多张，我记得好像买414张，它本身也是热交换版的大厂，也跟这个冠兴所说的艺人的市场它也有份。那一月份营收是年增月增 17.85 年增 0.98， 你看它高利的一个现形，它从这个大概在一月份还快要破到波段的低点，最近开始投信买回来之后，股价加速的往上喷出。那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就发现到其实高利股价我觉得委屈蛮久，你看这长线上来看，它的下降趋势线已经正式扭转了，所以目前我觉得整个高利它有机会呈现所谓多方的格局，慢慢往上垫高。因为既然艺人是接下来的一个盘面上的主流，搭配投信这边开始做一个买盘回归的话，我觉得后续有一个比较大的补涨空间。目前高利已经站到所有均线之上了，所以后续只要这一条所谓的半年线跟年线关卡不被跌破，我觉得都有一些落后补涨的空间。那在网上你会发现到这边大概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牢反压区，以现阶段来看的话好像还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对于高利来讲，我觉得可以留意到投信如果说在三月中旬之前持续加码去布局它的落后补涨的动能的话，应该是后续有一些所谓的跟旗宏啊跟双宏比较的空间。那再回到我们这个投信在买的股票，但照例其实也是冠兴讲了很多很多次的一档股票，因为华为好像听说下个礼拜要推一个三折的折叠手机，对，然后两折以外它变三折，三折到底怎么折我也不太确定，下个礼拜四他告诉你，好，下个礼拜四我们再跟大家讲。所以兆力跟富士达第一个本身他们的营收都相当好，你看兆力的一个月营收是 29.14 年增 144.14， 一样投险在买方。那但今天兆力我觉得是相对有点整理，但富士达折叠机的轴承龙头厂营收月增 0.43 年增 17.32， 投信也是在2月5号买了601张，这样股票我们一起来看就好了。看富士达的部分，先看富士达好了，股价今天再创历史的新高，虽然这个快速的往走高，其实很快它说不定就变成千元的股票、三折到底怎么折啊？都我有在想说三折可能就是这样两面折在一起又翻开这样子的，对，可能就让你的这个手机从原本的这种六寸折开变八寸，可能三折之后变八寸变十寸的平板，也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也代表说它需要更多的轴承，而且更轻薄更短小，对这些轴承厂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毛利提升的空间。那兆力的部分刚刚看到投信其实最近正在买方，但因为兆力我觉得第一个它是这个筹码算是比较凌乱一点，因为它股本这个也相对比较大，不像富士达因为新挂牌的关系没有融资券的一个问题，所以兆力的部分我觉得它短线上来讲你会发现到它走势就冲上去会留上影线，冲高之后留黑 K 棒，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兆力你就是拉回来再买方，它跟富士达有一些正向的比价效应。那富士达的部分但它筹码就变得比较漂亮一点，因为新挂牌的公司投信从挂牌以来就一直买不停啦，所以如果说投信在这个三月中旬之前对轴承的三只股票富士达、兆力、新日新都还在买方的话，我觉得都还有一些后续的想象空间。那当然一些题材可能是什么苹果的折叠手机，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快，所以你短线上来讲以华为的三折手机的问世之后市场的一个买账程度来看一下后续轴承股的一个表现。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字卡上一张，就是说投信还有在压的，比方说刚刚提到下一张好了，下一张字卡像建鼎今天也涨停板， JPP 也涨停板，台光联也涨停板，就代表说你会发现到投信在农历年前押宝股票今天真的有发动，也都伴随什么伴随业绩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它建鼎的部分年月双增都三成以上，投信买了510张，今天股价一样是这个涨停板，你看一下建鼎也是创下波段的高点啦，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 AI 伺服器的族群，第一个在今年开始从技嘉从这些建鼎从旗宏双宏等等都可以看到美超维跟你说的业绩连番上修不是假的，所以不管是在所谓的相关的零组件啊相关的 PCB 啊相关的铜箔基板，我觉得都有机会维持水涨船高。那另外除了这四散热这个伺服器跟所谓的手机以外，我们会发现到一张股票是今年也蛮特别的 JPPKY， 因为它本身是飞机航太跟通信零组件，那因为传出来它已经打入到空巴的供应链，所以台股空巴供应链的股票有两档都是 KY 公司，一档叫 JPPKY，投信买了410张，一样
营收一月份 55.48， 那这个年增是 7.97 个百分点。今年在整个一个飞机市场当中，空巴的订单是比这个波音订单来得更好，所以也代表说我觉得空巴相关供应链其实可以特别留意。 JPY 今天已经来到波段的高点，而且投信是最近才刚站在买方，我觉得后续有一些一定的空间。那之前最强应该是玻璃 KY，也是一样是空巴的供应链，股价之前也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那同样我觉得玻璃 KY 可能现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公司都是空巴供应链里面所谓的 Tier 1的一个相关的供应公司，股价经过这个所谓的除资交易之后，现在我觉得有一点重新转强。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整个一个飞机组件也可以一并偏多来看待。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台光电，但今天涨停板我们就不要去提它。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就是说虽然他们投信并没有积极在买方，但营收是成长一倍以上。你看到这四档公司一月份营收年增都成长100个百分点以上，代表他们整体上整个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的力道我觉得越来越强。那当中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像技嘉好了，技嘉的一个一月份营收是 31.79， 年增是 105.97， 那股价刚刚提到了它有机会挑战波段的高点，所以对于这个技嘉能够表态之后，我觉得伟创广达可以一并来看待。那再回到我们次卡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嘉，它本身是感测元件的大厂，那因为 AI 的换机的需求，我觉得对今年相关的手机的市场来看的话，深嘉可以留意到很多 AI 的边缘运算都需要很多感测元件，所以对深嘉来讲，我觉得有一些提高它的一个毛利率的空间存在。那一样看到就是说它股价之前冲上去之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整理，目前现行发现到均线慢慢纠结往上了，那也代表说它股价只要再往上站到这个高点以上的话，整个多方排列就可以成型。那对于它的一个业绩来看，我觉得今年因为去年的基期相对比较偏低，所以很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它的营收都有机会维持这种年增大概70-80%到一倍的一个成长率，所以对股价来讲，对基本面来讲，我觉得是它后续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补涨空间。那再看到像元相，它是 CMOS 的感测元件的大厂，那也受惠到 PC 市场的复苏，你看它一月份营收月增是 3.31 个百分点，那年增是 100.2 个百分点，所以是年增一倍以上的一个成长。那最近三大法人是同步站在买方，买了438张。我们看到原相的现形，其实也可以发现到它这个波段其实涨得非常的多，嗯哼，但是跟深嘉一样，涨多之后慢慢进入到休息整理之后，现阶段又重回到所谓多方的一个反弹的轨道。那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量还没有出来哦，那如果说接下来整个 IC 设计族群里面有比较大的一个比价效应，以原相目前在所谓的 PC 市场的布局，跟今年可能一些游戏机市场的一个斩获，还有这个 CMOS 相关的一个涨价的力道来看的话，我觉得反而在这个位阶点上面去留意到原相，应该是有一些后续的一个补涨动能。OK， 好，所以呢，这些有一些是营收的双成长之外，有的是投信在年前，虽然今天投信没有买啊，但是呢，投信在年前押宝股，今天有一些今天他还是有加码啦，只是说没有买的很多，但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年前押宝，今天涨停板。我觉得这一波投信在一些在年前愿意押宝的股票，真的是有基本面跟题材面的带动。那主要集中在 AI 伺服器的题材，我觉得应该还是这个年后大家可以布局的主轴。OK， 提供给投资们这么棒的一个内容，也成为投信人家年前或者继续在今天继续押宝，而且多档在今天有所表现哦，甚至亮灯涨停。我们留在稍后回来，是不是也可以呢？让静泽先跟大家做个预告好吗？那么大家都说今天已经大涨了，还有哪一些本益比较低，相较于同族群还有投资价值往上比价呢？等一下跟各位报告。好，比较低本益比的，我们觉得比较亲近的相关股，待会回来告诉你。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今天真的是大家抢好彩头，但说实话，很多投资人觉得哇，创历史新高，哎，太高了啦！哎，有人说嘎追啦，有办法，太高了，有办法，而且呢，这个办法几乎在过年以前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只是现在感觉呢，尤其是今天是等于今天没有跳空哦，大家不要以为今天跳空嘞，是因为我们之前放假，所以我们是温温的上涨，大家要去看美超微的那条线，才会感觉到说，原来 AI 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往上来做一个带动，并没有说我们有跳空。
哦，所以有很多朋友说，所以今天台股跳空，所以明天要补空补缺口，这不是缺口，这不是自然的缺口。所以第一件事情啊，台股虽然站在高岗上，但是因为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点，那空手者还能够追什么呢？从过年以前我就跟各位讲说，请各位抓住三个字叫缺产能。我们来把几个基本条件跟各位来讲一下。刚才讲的 COOS 叫做缺产能嘛，因为你看连不管是我们之前孔明星主任啊，奥图曼，孔明星主任也提到说，那个 NVIDIA 的黄仁勋没事不是真的来看夜市的，他是来看看这个产能够不够嘛。所以原则上大家知道说，台湾现在立处于啊90%的伺服器都在台湾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基辛格了，基辛格讲的这个三缺哦，哇，现在越看越缺啊。第一个叫缺电，我相信大家应该慢慢的熟悉，甚至呢，现在我觉得缺电下面还在加个缺水。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讨论了，因为你看今天华城也是创新高，国统也创新高，因为做一个 AI 需要非常多的水电。你看我们非凡的新闻就有讲到了，哎，这下不来，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照理来说，长成这个样子应该要休息的，没有没有，对不起，我们缺电又缺水。我想这个部分，第二个呢，缺散热，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主题，在缺散热这样的一块。第三个呢，所谓缺网路啊，那么网路其实呢，到后半年的时候，应该还会更出现所谓400G换800G本身的一个换机本身的一个风潮哦，所以甚至还要缺光纤网路这个部分，还会再带动一波。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说过。才刚刚开始，才只有最多最多像广达只有30%，少一点的只有7%、10%，还没有过半呢。所以以后什么东西都会看到 AI 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啊。那么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还特别看到，其实大家都说18619创新高了，都叫台积电。对不起，这次的台积电是属于2D、3D 封测型的台积电。上一次的18619是晶圆制造的台积电，两个不一样，因为这次多了个日月光啊。我想这刚才提到的吴田玉执行长出来讲说。他也会两倍成长，跟以前就不敢这么说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完全不一样。第三个部分就是刚才汉伟兄有提到的美超维安谋，哇，那个尤其是像安谋这样的个股，其实美超维你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他打完一个底部哦，我常常讲说这个涨势哦，放假的时候心脏真的会跳出来，为什么今天会这种感觉，那种火山爆发的力量。所以大家对于 AI 本身的一个看法，其实来讲的话是具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力道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说真的让你在这个地方买到这个安谋的话，我看这个过年就已经什么就不用去买乐透都可以觉得很开心了。所以各位要注意到这个火山爆发的力量，所以这个力量来讲的话，我还是会跟各位提到说，你要去寻找有一些每一个族群里面，那么它的一个本益比较低，这个时候你也比较能够安心进场的一个个股。从哪边开始看呢？我们还是回到从过年以前，还有刚才特别提到的3583的星云啊，开始跟各位来看起哦。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看个股，第一个没有问题吧？刚刚冠天也跟你讲说这是领导厂商，而且不会说哪一档股票你要怀疑它的基本面。第二个，那么今年的话，资本啊已经要开始扩充14.5亿了，因为前几年其实没有赚很多钱，所以能够扩充14.5亿还开董事会，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代表星云认为后面这个制程上面它一定有机会，而且是台积电的供应厂商啊。带动了去年第四季已经创新，几乎估计是创新高的情况。那你去算一下 EPS， 现在 EPS 很好算，因为前三季都出来了，大概是7.76元哦。本益比是28倍，你说老师本益比28倍，以前听起来很多哎，你要不要去看看宏硕啊，起码40倍了、啊。你要不要去看8027的泰森啊？刚才列出来这些，那个本益比也算不出来了。所以领导厂商，我们来看一下星云在过年前跟过年后的走势，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就是你出手可以动的机会。之前哦，这段时间里面，各位看好多这种所谓的小型的 COOS 都在大涨的时候，它都停着不动。这个时候你不布局它，你选谁呢？果然今天啊，一直后面往上，一直拉上涨停板。所以各位用这个方式去想的时候，星云还会动哦。后面这些小型股票，其实今天的 COOS 全面都是红盘的，那么都会有机会来跟着星云呢。通常小型股会跟着有基本面的股票来做一点所谓沾光也好，或者题材股本身的一个努力。所以基本上星云会成为 COOS 里面这个礼拜以来，大家还有机会介入，甚至是一个所谓指标的一个情况的。好，第二档股票呢，还是因为它的本益比相对啦，对对对对啦、至少如果你真的要存股的，也会比较安心的。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选了一个4543的万债哦，过年之前我就有算给大家听了。那这个呢，跟刚才汉伟提到的8996的高利是最像的，因为以前他们做的是机械水冷相关性质的工作，那么现在呢，都做这种所谓机
柜水冷本身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呢，他是说他只有少量开始进入伺服器，大概只有5%左右的情况，但是今年开始会朝向这个方面很认真的来做一个努力啦。所以本业都是所谓机械水冷。那各位去看一下这个8996的高利，大概他可以赚8块钱，你本利比算一算39、38倍了，可是你看它是3.18元啊。那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其实哎，当初在跟各位介绍3017的旗宏的时候380，现在500了，没头啊，这个一定会涨上来。所以原则上它的一个本益比呢，已经到了45倍的一个情况。今天是3483的励志吧，我想今天冠军在连线的时候，在我们抢先报里面有讲，那大概也是在28倍的一个上下、哦、所以我们都帮各位算好了。如果真的是从这个地方去挑的时候，那只能挑4543的万债了。那么万债原则上各位可以看出来，稍微再说一下，基本上来讲，短线上的一个新的底部又已经成立了，在年线附近重新成立，而且股票市场往往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哇做梦，但是后面呢开始进入落实的一个阶段，现在开始就是进入正式落实的阶段了。它的本益比只有14倍左右，等于只有刚才提到8996高利的一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我今天都用这个方式，光胜去跟这个华星光比，哎。股价还差40块钱，大家赚的差不多。目前来讲，我的本利比只有8996高利的一半。我们是同业，甚至呢，同样有机会来做一个转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会进场，尤其像今天我涨了500多点，你要进场的话，又在打底的部分会比较安心，而且让各位有出手的一个机会，必须要这么形容。那个3661的四星就很难出手了哈。所以我们一档一档从这边来做一个寻找。第三个部分呢，各位看这个3209的全科啊。那么可能假期当中大家没有非常去注意这个相关的新闻哦。那么假期当中大家一发现说，哇，安某一回来涨70几%，吓到人了。哎，全科是帮这个安某做什么事？做矽制材里面有关台湾这一方面商用跟行销的。那其实各位去想想看，8054的安国也是就买个星河半导体帮他做矽制材，神盾也是买一个矽制材，他也是在做行销而已。这个他是帮安谋来做行销的话，那么股价上面来说的话，就搭上了这个细致还相关性质的观念，加上呢安谋前一段时间还挺安静的。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安静呢，因为如果就 IP 的一个观念上面来讲的话，安谋应该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啊，是不是都被台积电给收了很多的这个他的一个股票走，因为台积电也是他大股东，所以在全科包括云端网络还有物联网上面，他本来就做了相当好的运用了。你算一下它本益比只有这么多啊，所以你去想想看说，哇，现在去讲矽制材哪一个连本益比叫不出来的很多啊。我们来看3209的全科，虽然今天开高之后有一点稍微震荡，但是我认为哦，今天开高震荡都是大家短线能赚钱的就赶快走。那么特别是台积电在过年以前，有些小股东就觉得说，哎，涨得差不多了就先走，现在可能会有点堆心慌。709，对 AI 来讲的话真的还没完。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我们说过它会不断不断的往外来做一个扩展，既然它只有13倍的话，哎，我们说过其实之前它整个新闻都还没有注意到，那这边呢大家都可以来稍微做一定的一个留意，在明天假如能够把这个上影线给吃回来的状况之下，就有可能电子这个 IP 本身的一个通路角色，那么持续的往上来做一个上攻，至少哎，这个股票看起来蛮安全的，不会说你可能买在21楼，突然间掉到18楼，那个时候心脏就动起来。所以原则上我们都帮各位选择这样的一个个股哦。另外呢，当然了，各位来看一下美超为概念股了。那么美超为概念股，其实之前大家还真的有人说，哎，我们还说所谓两兔傍地走，分能分雌雄啊，哪一个立台比较好，还是华泰比较好，讲了半天呢。有今天两个全部涨停了，都不用分了。所以呢，美超微这么一大涨的状况之下呢，代表美超微本身的供应链，美超微概念股，对，基本上来讲都变成是大家心目中可以说可以去比价的一个对象了。那么又找到美超微的冲压元件相关性质的供应厂商，它是做连接器性质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伺服器上面的连接是相当重要的。那本业呢，在过去的平板电脑跟手机连接器相关的供应厂商啊，那目前伺服器是有7%左右的情况，所以我说过，其实你去问真正的业绩哦 ，AI 都还没有占很多。我觉得我们要讲到520，然后端午节都还在讲这两个字哦，所以我们说过这件事情其实影响我们大家蛮大的。
没有 AI 的股票真的就稍微远离了啦，我就必须要这么说。其实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在问航运股，航运股不可能有 AI 的观念哦。今年真的是重电子轻船产，重 AI 轻非 AI 啊，所以伺服器只要7%就有机会。你看它股价曾经涨过一波之后，哎，最近只要整理完成之后都还有机会往上拉。所以各位可以发觉一件事情，目前来说的话似乎也慢慢的准备去挑战前高 187.5， 那么本益比只有在14倍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回头想一想看2329的华泰，我们来看一下华泰的本益比现在呢，现在已经70块钱了，那目前前三季还是一块多一点点，不能说不能，基本上来讲你算一算哦，本益比又是来又是40倍35倍以上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有40倍35倍情况之下的话，它还能够攻上涨停板，那本益比比较少的这些股票呢基本上就会有相对性质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认为今天3217这个3217的这个优群呢，大家也可以来做一定的留意，毕竟它也有机会随着最近很多平台的股票，不管是刚才提到的金像电也创新高了，所以很多股票只要在过年以前跟过年之后，其实我就这么讲一件事，买起来的成本差不多的状况之下，多头市场它的族群正在扩散，各位就可以朝着这个所谓缺电散热缺网络等等这个部分，今年慢慢的来做一个开展。好，三缺，缺电缺散热缺网络，这个就是一个 AI 主轴的一个序曲。 OK， 提供给投资朋友这一场接力赛。刚刚呢我们也听了哦，散热的课也上了，还有呢，包括呢滑轨哈、哦，哇，这个重点的内容有哪些相关股是我们军师联盟看好的呢？下个阶段回来告诉你，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回到非凡股市现场，军师联盟刚刚呢帮我们上了一个导轨的课，还有上了散热的课，好不好？哦，就你要分开啊，这堂课就要告诉大家挑出什么样的符合相关标的。好的，我讲过去其实导股我们讲比较少，我们大概有稍微讲过川湖而言，因为川湖其实是我一个比较长线看好的股票嘛，而且当然呢，2059很有意思。当然今天川湖涨停板，今天南郡也涨停板，这两天全部涨停板。可是呢，其实礼拜一发生一件事情啊，上礼拜一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大媒体哦，很大的媒体，等一下封关那一天，对嘛？应该封关那一天或封、哦、是礼拜日的一个大媒体哦，因为那媒体呢是一个蛮大的媒体人，写了一篇很大篇，他说啊，南郡抢了川湖的单子哦。我告诉你，其实礼拜一的，我们先看川湖的这个 K 线图好了，这个上个礼拜一啊，这川湖是几乎打到快要跌停板，你看这根走了这么黑，对对不对？小小的。你看多少人在看这一位大媒体的一个这个应该说论述啦，对的论述呢，很多人在看。那据说啦，这传闻的传，据说呢，这川湖公司电话接不完，因为真的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你伺服器导滚，你不选川湖，你选南郡，很奇怪啊。但是我告诉你，都没有什么错啦。事实上，这一位媒体人讲的嘛，对不对？这不叫抢单，这是。人家从对外溢出来的单子，外溢，人家川湖没空接你的单，外溢的单，你只好找别人接的单，对不对？而且这个结果，你看大家的解读，对啊、你看如果下车的封关那一天，其实年都不好过、哦欸。当天打到快要跌停板，因为媒体那个媒体人真的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媒体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怪他，对不对？他讲的有没有错？其实我不知道，没有错，是外溢啦。对啦，就是比较能理解的。对，但是人家就喜欢把东西讲得很夸大。结果你看到很多人想，哎呀，过年前，那我干脆，哎，年不好过呢，我们干脆先走一趟，礼拜一再看看嘛。没有，这礼拜下礼拜四再看看。没想到这个下礼拜四是涨停板，这我也没办法。我们回到刚刚那张字卡，其实我想呢，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毕竟你看到以毛利率来讲。川湖去年第三季毛利率 58%， 对不对？南郡多少？ 19。 第四季毛利率川湖还没出来，不过这是估计的，这个元大估 61， 南郡多少？ 24%。 结果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南郡我们刚刚讲，南郡去年第四季 EPS 非常的好， 0.2、嗯、哦，好，那当然这看你要怎么评价，因为以前都了解啊，今麦有探钱探两天呢，探两天呢，开始在出单啊，光快探两天啊，媒体人跟你讲说，哇，开始抢到川湖的单子。但是我说真的，讲太多了，等一下跟他报告。形容词啦，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就像川湖，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川湖的那张图了嘛，对不对？很多3204个专利，你再做多一点，
我就告你，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不能告啊，很容易踩到线。大力光一直在告人，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刚刚讲的 AI 伺服器高优速啊，导轨负重跟这个单价都增加了。那这是元大报告估第四季业外汇损5.7亿，哇，你吓死了！5.7亿，窗户本股本那么小，但你不用担心，因为呢，其实在应该说在一月份，光是一月份哦，台币冲一半回来，因为台币这样走的，等一月份就在这里了，对，光一月份冲一半回来，所以你不用担心。好，那这部分你看到，其实呢，去年第三季啊 ，AI 比重是28%，今年元大估至少40%。然后呢，其实元大之前对川普没那么看好，因为他认为说这个 B200 会开始采用异冷，结果他说元大说他去访查，结果说没啦没啦，这个辉达 B200 也没有采用异冷啊， B200 是明年下半年的事哦，今年下半年是 B100 确定采用 3DPC， 这不用讲了。所以呢，既然不会采用异冷的话，刚我为什么把这两个主题绑在一起，因为如果采用异冷的话，这个真的滑轨的使用会变少了，这没有错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导轨 SP 继续增加，所以元大估什么，今年明年48.27到54.07，其实应该说这是估一个比较中位数。其实我有看到一些研究单位所估的是估到今年50元以上，甚至估到60块以上。不过不要讲这个，因为这个元大我们都听过嘛，这元大最大券商，这元大估48.27跟54.07，那到底该给多少本益比？现在一般的法人给到30倍到40倍都有可能，因为毕竟它的专利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看一下 K 线图好了，其实缩小一点来看，它真的去年涨很多，它从大概再缩小一点，它从大概400不到，对不对？从363元一路涨到先第一波就到1000之后整理了这么久一段时间，因为它在法说会其实每次讲到的东西啊，好像都跟法人的预期有一点点落差，因为它毕竟它还没扩产嘛，而且它主要的生产地区都在台湾，所以呢，可能这个应该说这个营收是一步一步慢慢上来，可是你看到也终于今天1110元，我没有看错的话，因为大摩也是调高目标价，然后呢，高盛是第一次去看这个，高盛是初次的去 cover 这个2059啊。但报告我没看到，我就看到中文数的一个叙述。不过，我想这部分呢，其实应该都在今年窗户。我想都还有，我觉得这110或许不是高点，因为刚刚它封关真的是大喜三温暖，没有错啊。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状况的话，说真的，有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说，截取那个字其实对。市场当中网络上很多资讯在传递，如果你看错资讯的话你就倒大霉了嘛，对不对？如果你是赚钱走的那没话讲，如果你是买在高点，上礼拜五停损，上礼拜一停损的，对不起哦，算你倒霉，对不对？算你倒霉，因为毕竟人家讲话铿锵有力，你没有办法讲。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字卡，南郡好不好？南郡转亏为盈啊，南郡的获利，南郡毛利率是5季的新高，对不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EPS 才0.2元，所以今年应该可以赚到1块钱，我应该 OK 的啦，应该 OK 的。2022年呢，跟 AWS 的专案开发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导轨，原定是去年7月出货，结果递延到第四季才出货。然后呢，结果第四季毛利率创5年新高 ，EPS 0.2。刚刚可以看到第四季毛利率多少？24%，川股多少？川股大概是61%。所以呢，你去看看中间差那么多，代表什么？其实你很简单解释，有人是高阶，有人是低阶嘛，对不对？毛利率高的是低阶。毛利率低的是高阶吗？当然不是啊，对不对？你反过来想就知道了。所以有人接的是高阶订单，有人接的是低阶订单，那你就解释得出来了。什么叫高阶？什么叫低阶？对啊，那我们看下 K 线图好了。说 K 线喷出，今天继续涨停板，那就好啦，也恭喜一路涨停板。我说真的啦，我不予置评，因为没有什么错。南郡一月份营收继续创新高，而且南郡真的转亏为盈了。所以呢，就看你要怎么评估这本益比。我认为本益比在30倍到40倍是很合理的。那今年南郡能赚多少钱，就看他有办法接到多少订单嘛。只不过我认为说，领导厂商依然是川股，但川股它就是贵，对不对？就刚刚这个静哲提到，其实那些很多很便宜的股票，它的好处在哪里？就便宜嘛。那如果川湖你说本益比30倍的话，你刚刚有估今年是48块，48到50以上，对不对？所以乘以30，大家自己算哈。没有错嘛，对，就是这样子。30倍哦，理论上啊，大概如此。因为真的 AI 的领导厂商应该都有30倍以上，因为旗宏都30倍了啊，对不对？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页，这个南郡州的下一页，再看这下一页。这个是2022年哦，等一下，我们现在回到导轨结束了，没有错，导轨结束，我们回到散热，我总是要切割一下，没有错，好，散热来了。2022年，我希望你都有看到这一集，这一集是12月1日，我们谈到什么双红，我说哪些公司啊，已经去库存去差不多了，
第一档谈到什么？双红，双红林董事长叫林玉珍，我想讲了很多遍了，这个应该大家都很记得了哦。2023年是艺人散热元年，他有没有讲错？他没有讲错，对不对？他说几乎所有客户都在测试相关产品，但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怕不怕漏水嘛？据说就会漏水嘛。对，沈董就跟你说，有人会老注意啊，你是不要弄啊，对不对？然后呢，未来几年散热产业会比较大变化。他说，希望资料中心的液冷散热产品啊，市占率能达到30%到40%，但目前为止绝对没有。那过去他的液冷做在哪里？很可能是卡绘图卡那一类的。我想，如果投资者有买过什么微星啊或什么一类的绘图卡，你看到有时候液冷散热的，大概就是双红在做的一个产品，对不对？然后呢，当然现在他想要什么自驾系统的产品小量出货，不过这占比说真的啦，跟 AI 比起来是少之又少，所以已经不在讨论范围。请大家记得，这是2022年12月1日本人在节目跟你讲过的哦。那我们看一下 K 线图好了，2022年12月1日应该涨在哪里？涨在应该是100多块吧？再缩小一点，再缩小一点，应该你家啦，应该在这里，你家就在这边。今天多少？469创新高啊！我那不是要自吹自擂，是跟你讲，你要早一点看到人家产业的趋势，你就赚得到这些钱，嗯哼，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刚刚的这个下一个字卡，下一张字卡。当然，现在双红啊，双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现在啊，美超微来了，对不对？每个人都美超微概念股，嗯，它也是美超微。我们刚刚讲过的，辉达的公版用 3DPC， 但是如果你找美超微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就用液冷了哦。你找美超微，我就用液冷了哦。甚至另外一个客户叫谁？叫做 Meta 够猛了吧？这个祖克伯他的股价已经创新高了啊，对不对？他说啊，怎么样？辉达 B100 的设计功率功耗呢是要上千瓦的哦。所以2025年开始，你要知道，当然会有人使用 3DPC， 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也会有人去使用液冷。但是这个，因为说这个你要去这个要说 ODM 的，你要去 ODM Direct 做出来的话，很可能会是液冷的。好，他说水冷啊，到2025年，明年要正式超越气冷成主流。而今年伺服器的预估啊，占营收要达到30%。再来看下一页，我想下一页事实上呢，大家又也是这个可能比较没那么熟了。刚刚这个静走提到励志，其实我们在节目跟大家讲过励志啊。他是跟英特尔合作的，成立先进散热实验室。台湾你看到新闻写了一大堆哦，谁谁跟英特尔合作，谁谁帮英特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真的跟英特尔成立实验室的，叫做这个 Joint Lab 啊，这个是谁？叫做3483立志。他的新装先进液冷产线，本季末到位。这个液冷产线里面，水冷板我也做，单项两项是我都做。5年内营收要冲到200到300亿，去年营收83亿，今天立志涨停板哦，你不要怪我，就是今天太晚讲，可能上礼拜就应该讲了，不过没差啦，上礼拜就放假嘛，对不对？今天立志涨停板，而且应该是股价，我没有记错的话，再缩小一点，应该快要创新高，还是已经创新高了？已经创新高了嘛，对不对？已经创新高，创新高过的话，应该就没什么样的问题了啦，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创下这几年新高，它以前最高还248块，以前这么火红的股票。再来看这个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应该下一页哦。又是2022年12月1日，我真的很希望投资朋友有兴趣去复习那一集。不过复习也归复习啦，你来不及买那个价钱了嘛，对不对？奇宏 PCNB 市况不佳，外资下调今明年盈余预估。你说外资下调，你李冠清在那边跟你讲奇宏好，你是疯了吗？当然，你事实证明我不是疯了，我只是提早看到东西而已，对不对？他下半年伺服器散热出货成长，对不对？现在搭上 AI 了嘛，比重往40%靠近，第三季毛利率获利都创新高。结果这个外资不知道是哪一家去下调。今明年的预估，这个外资说真的，一定没抓到什么钱嘛，对不对？同样情况，你看到在这里，哎，这时候多少？哇，六七十块了。现在多少？五百三十四。其中我们花很多时间跟大家报告，对不对？所以这说真的，应该说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只能怪自己啊。2022年12月1日的时候，你还没有订阅。对不对？非凡股市现场的这 YouTube， 对不对？订阅，你没有认真看节目，很重要。你没有认真看节目，我都认真跟你讲趋势涨在哪里。我们回到刚的一个，回到字卡的下一页，好不好？其实奇宏当然最近也是一样有新闻，对不对？这家很红的富士达，刚刚汉伟帮大家热身了，一路喷出啊！其实我们讲了非常多次了，折叠其实就三只在折嘛，富士达、兆力跟新日新，其他的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折叠订单，并不是未来都没有了、哦、那你看到他持有富士达17%，长期持有。沈董事长他跟华为联想关系深厚，所以华为三折机其实呢，富士达就是供应链。3DPC 去年才出100K， 今年月产能增加200K， 月产能就200K 了哦，所以就看辉达给他多少单子嘛，那会给多少单子？
你去问黄振勋，这我不知道了哦。那高盛去访查，大家发现，哎，奇怪，你才做三 D VC 啊，万一这个林玉生董事长不是说艺人会变主流，那景怡怎么办？哎，不是，哎，高盛在我们过年前的两周，他跑去访查奇宏啊，他说，哎，这个奇宏已经开始提供云端大厂艺人解决方案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去看到，其实这些股票它涨得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OK， 好，所以呢，今天呢 ，AI 的接力赛的两大主轴，一个从这个导轨的一个部分也进行比一比啦，但有涨停，我们都彼此都有祝福嘛，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从本益比的角度，或者是你给它多少倍的本益比，这也可以换算对股价还有没有这个后坐力，没错。好，那另外呢，散热的一个部分，我想这堂课 Coworks 已经上过了，你还是可以回去再看，好吗？锁定呢非凡股市现场，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波浪大师林荣璇，金融年的预测，到底金融年台股的高点他看哪里？台股高点的时间落在哪里？下个阶段回来，我们透过他送给我们的大礼包，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起大家来推敲，到底金融年独家的内容大礼包，马上回来。好，全台的投资人请注意，好，龙行大运，也非常感谢呢波浪大师林荣炫给非凡股市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金龙年的大礼包。不过这个是我要来的，因为呢我相信呢许多投资人也很想了解呢我们炫哥到底是如何来规划金龙年的。时间在封关当天，炫哥呢他送给我他的规划，那我看了之后，哇，真的很想不要过年了。那重点内容的部分，这是我在2月5号封关之后收到炫哥的一个内容。我看这里，投资人113年的10月22879，哇，看了之后我想这个年大家真的是很开心哦。那重点来，我跟炫哥说这么棒的大礼包只有我一个人独享是有点可惜，是不是可以你帮我做一个勾勒，我转送给呢这个炫哥2024年金龙年他到底是如何来规划的。22879，也就是等于说呢，在封关当天，炫哥已经做好规划。这张规划呢，是从民国的61年，你现在可能这种月线图你也不见得这么容易找了。然后到113年的十月，时间有了，空间有了，炫哥当然要给所有的股现场投资人的大礼包的内容，他就马上呢，我开了口了，那给所有呢非凡股市现场独家大礼。我们来看下一张，炫哥又只好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勾勒跟规划。技术性最小测量涨幅满足点，哈，这个亲笔的字，我想这字迹大家都很熟，绝对也不是所谓的呵呵，好不好？就是炫哥的字，技术性最小测量涨幅满足点。重点来咯，这个10393它满足了18301，等于说呢在封关的当下它就认为这个18301就得以满足，所以我们在今天也看到了。所以呢从金融年的一个开红盘的一个开始，就是这个12682再加上12682减掉2485，来到了22879点，就是12682再加上呢101097，所以得到的是22879点。
最主要原因呢，这个颈线的位置啊，迅哥大概是这样哈。我们喜欢研究的一些粉丝们都有一起研究，你待会把它截图拍下来，你自己算，大致是这样推演的。也就是呢，10393这个颈线位置呢，台股呢也正式的一个突破了，就10393嘛哈，减掉2485，来到了18301，今天过了没？过。因此呢，在金融年的开始给大家呢推演，就从12682台股呢长线大长线呢，从12682减到2485，然后再加回12682 2289，时间会落在今年的10月份。好，那我们来看上一张会比较清楚哈，这个是12682台股的民国79年，你自己截图好不好哈？79年，然后呢，隔年呢一度来到了2485哦，刚刚那个图会看清楚，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的那个算式，好不好？然后来到这个位置已经过了高了之后，所以迅哥呢在封关当天的2月5号收盘之后，特别为股市现场的粉丝们特别勾勒他的一个规划，也就是呢从呢这个8525这个位置投资，这个8525呢是在109年的3月，往后呢来推55个月，时间来到了113年的10月。另外呢，我跟炫哥的这个忠实的观众粉丝讨论了之后呢，因为炫哥过去有一个论点，如果元宵是低点，那中秋是高点，那十月当然也就在中秋节的前后，所以呢台股的多头年元宵涨到中秋，所以这个部分呢跟大家推估这每个月份的重点非常的一个重要，这是呢从民国61年78年的12682，而今天正式呢突破了技术线型的最小满足点。我们来看下一张，是迅哥为股市现场观众朋友所推估所做的一个勾勒，这12682 2485然后所做的一个满足点，那刚刚的55个月的一个内容的推估将来到呢113年的10月。那算是刚刚也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许我有些不足，但是非常感谢炫哥给股市现场的观众朋友推估金融年的时间跟空间。那我们也赶紧呢把握来看看今天呢外资买超台股的前十名最快的一个速度，在今年呢金融年的开红盘外资买了什么样的一个标的，或许刚刚你可以透过呢炫哥的大礼包可以截图来做这样的一个掌握，提供给投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呢外资在今天呢买超的一个重点内容，有今天呢买了沪深300正二，还有台积电、元大台湾50，还有国泰智能电动车、国泰 5G 加，另外呢包括了邮政二、联电、华泰、广达，还有呢中信中国50正二，所以今天外资猛咯，很多正二都是他买出来的。卖超的一个部分呢也包括了富华富时不动产、长荣行、华邦电、元大美债20正2，他今年也卖，还有国泰20正2美债他也卖哦，这是外资在今天卖超上市的前十名，跟卖超呢上柜的前十名。我们来看看投信的一个部分呢，包括买了技嘉、世纪钢、中信金、广达，以及包括了台光电、东洋、利基、伟创、金源电以及玉金光。那卖的一个部分呢，包括了有群创、南亚科、长荣行、华邦电、和硕、电影投控、文业、云品、阳明以及永威投控。那这是外资在今天的一个动向，提供给所有股市现场的观众朋友龙年行大运。而更重要的是，非常谢谢迅哥他把他所做的
宇宙密码的一个勾勒，对于今年金龙年的时间跟空间分享给股市现场的观众朋友，好好大家一起研究，来看看到底2024年金龙年。